他又开始了，又来了。哎，他又想起来，你看。他们俩真的，你看。哎呀。他打针的，你看打针的，这会儿打针的，这会儿。 我要扑！哎呀，真的好，他们俩不累吗？ 你说花花吃个东西都能把它吃了，哎呦，好几个哦！你是蛋蛋，就是蛋蛋。对，就是蛋蛋的孩子。那学不是我的，那学不是我的，怎么跑？嗯，摇滚的，他世界挺好，挺有劲，还挺好。 要滚！哎，你两个都下来了。又上去了。上面是二弟，还有下一轮。上面是二弟，搞两个峨眉山老表跟他俩关系。 看一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累到了，他累到去了。我估计峨眉山老表看这两个也害怕。他肯定还要去再挑战一次，要去。干了。这口气是在打。嗯。好玩，好玩。 我这跟俺一个，你看他们俺这个。他打架的意思不是打游戏，你看扇他耳光子，你看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打一个，哎吧。耶耶耶耶耶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这个是真。哎，就不让他上去是吧？所以这两个身上就这么脏，就这么来的。 他就不想让他上去。好机会，好机会！快点上去！冲！10个白菜，4个9个，5个。又来了。他又是。他不想4个，10个8个，拿到5个9个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搁在第一站，你看。 你叫晚上吗？他要把它挤下去，然后用脚蹬。呀，反击！两个体型差不多。别说话。他不会说话呀。他不是，他是脏了，他是白眼色。对对对，现在被压下面那个是哎，掉了，掉了。哎，一推一推翻了，你看。好像感觉要掉下来。 要掉下来，这是掉的，他这不是第一次掉了。看我，看我，小心一点啊！看那么精彩的表演，哎呦，想玩。
你看他们又在表演，你看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脚板子就要退下去了，以后再失败一下阵了，谁要你好厉害哟！哈，哎呀，他脚踩空了。哎呀！他上去了，在上面摔下来肯定有点疼的。从那下面摔下来肯定就有点疼啊。那个是在啃那个木头吗？看看他们两个还打不打？咦！叫了，怎么狗叫了？叫了，别叫，让你叫。没有吧？刚在叫，是在叫。上面那个好贵啊，是吗？对，擂台摔跤王。哇哦！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完了，来真的了。发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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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他肯定还得打。这票买得值。估计有点钱。这次应该可能要打下去了。哎呦，咬脚啊！他还真咬啊！急眼了。感觉他又不行了，又被反制了。揪着耳朵，按着他的头。不行，他估计又打不赢这一次。不用说话了。天哪！哎，估计又打不赢。因为外面有泥土。好凶啊！哈，那个还挺凶的哈。这回感觉一点也不累啊，从右边打到左边还在打。在讲，在讲。那只是真的打应该。那老花花花了，给润月和艾灸多一点镜头吧。你这打架打到很外面。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又被按在，又要被按下去了。又被按下去了。你打还是他？还是打不赢，又滚下来。哎，又摔。爽，衣服掉了。放弃吧，回自己那里啊。打不过呀。我这个也上来了。哎呦。不用。
洗。先跑一个吧。啊？今天好看的话，哎，我把妆化一下再来。你应该看到吧？没看到，没看到那个。